两个人都会被晕。不行，我要下锅吃饭了，我好饿。你饿吗，大哥？饿了。那我喝一口好喝的鸡汤去。博德这么好玩吗？好玩。科技与非常好玩。啊，我现在很怀疑一个问题，白子哥，你那边鸡汤不会也是辣的吧？我不喜欢喝鸡汤，我喝鸡汤的话，我会往里面加辣椒油。我真接受。只能说我干过这件事情，就是给鸡汤里面放辣椒油。为什么呢？里面的胡椒不够吗？好的礼节要通过耐心来处理。算，我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。没事啊。武器的成型要在战斗中体现。他被动回了一口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点火给慢了。他那个被动回的挺多的。他吃药了，他吃药了。是唯一重要标准。吞噬他们。嗑的饼干吗？帅，差点以为我吃漏了。一样。来，打野来了。妈的，你小子，你他妈明天你直播间你就说不了话的。你这样睡觉，你明天你直播间就说不了话了。很记仇的，我现在。金钱总是万能的。这个叫什么来的？就像玩那个别的游戏来说，别人谴责了你，后面会加一句括号，哎，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他不喜欢你而已。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他不喜欢你。这弹幕还有人复制粘贴的啊？你妈，你也能复制粘贴是吧？你昨天给你昨天他妈给我画的饼。他是手打的，买这个他是手打的，因为他有特别技。你昨天他妈给我画的饼，你还没兑现呢，你什么时候兑现吧？你对不对吧？你不对，你也给我进小黑屋去，你小子。喜欢画饼。不是，这不是看主播饿了吗？没有，这个是昨天那个说 MVP 上电的，然后跑路了的那个。哦。今天还他妈跑直播间自首来了，我服了，这也能自首的？双五杀那个跑路的才难受吧？双五杀那个怎么说呢？这个双五杀跑路是真难受，反正要我得难受死。别呀、啊，大厨，你咋没米上舰长啊？大厨，你都没钱上舰长，那兄弟们咋办呀？那我的摆件咋办呀？下个月电脑还要涨价呢。这个月如果你开的话，把自动续费留着，你可以便宜点上电的话。哎，都穷哥们，希望别让我看到你们他妈转头去某游戏磕68啊、哦！天天搁这跟我说，哎，都穷哥们啊，转头磕68去了。穆吉卡的新 MV 看了呀，是那个穆吉卡的那个 PV 吧，预告 PV 吧。对，舰长下个月要涨价。嗯 ，CUIT 的灯牌，谢谢。他是不是队友来了呀？他这个走位，果然他队友来了。大招躲掉锤子的一，直接杀他们打野，然后红 buff 粘住，是德风也别想跑。酒桶估计要恨死这个，这几个打野。上野决定，结束。现在上电还让别人以为上不起贵的，你他妈的完蛋了，这小子。
铁了心拉扯我是吧？你完蛋了！你明天你直播间就说不了话了。哎，不对啊，为什么要等明天啊？今天就让你直播间说不了话，天天搁这拉扯我。连罗九都折板，来折腾！我操！不，下路怎么那么惨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咋知道队友为啥那么惨？卡莎莎猫打逆雨加洛是这样的，梅佩仪打洛这种英雄有点难受的。他双刀啊，他有双刀，我看他双刀没交。他不能把把都有双刀。卡莎莎猫二塔补刀。好，啥情况啊？我把后面跟着那一堆兵补了，我看着好难受啊。如果你没有目的，你怎么忍住了的？上面还有小兵，我直接忍住。什么东西？就是当你追兵，要我是我，回头我高级把他兵。兵吗？那兵又不会掉。又没有小兵杀那些小兵，那小兵又不会死。控个抵消，好。哎，不是，我怎么控个抵消踢不出来啊？他那个E撞我的，我他妈 Q 怎么踢不出来啊？糟了 ，Q 为什么踢不出来啊？我 Q 踢不出来，我控制抵消呢，怎么 A 不出来呀？不是，我要在他一技能撞我的时候用 Q 技能控制抵消踢出来，那他就死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没事，搭回来，他值钱了，正好值钱了300块。哎呦，没有，我想操作他，但是那他为啥控制抵消抵消不出来？我也不知道为啥，那控制抵消不出来。还行吧，从结果论来说不亏啊。他吃我一个300块，然后他变成300块，亏吗？不亏。对啊，从结果论来说咱们是不亏的。哦，你们是劣质，你没赏金。我没赏金，我是劣质的，对。那赚烂了。那赚了，你如果后期还能杀他的话，我是300吗？包四啊！我这么大劣势，我不是300块，这么大劣势我肯定300块。我跟你说，有时候是你四个头是一个人最善良的话，占比这么大的，这一共6个头啊！现在杀十四个了，白哥，没第6个头，难崩。白哥，这不想回家了。一会儿他们可能直接弃跳组。哎，我就有点怕他们下路双灯组直接来恶心我。我是真怕，咱们下路双灯组直接上来恶心我的话，我感觉玩不了。啥时候档的？7月10号。你那7月10号给我开上建档吗，大厨啊？感觉箱子应该转中吧，箱子应该不会转上。而是你使用它的方式。肯定转中，转中吃度什么？这把能赢吗？不知道。你别说，先别说赢不赢，咱们建档了。我要急死了，我们就差一点点摆件了。不是玩这么帅呀，白哥。对，现在行进速率也很好用。我觉得这套符文，行进速率这个符文非常好，帮助你在对线拿到优势。你只要带上那个行进速率，你对线就会更好的能击杀对手。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是打什么都带，因为咱们打这个需要快速积累优势。
要积累优势。油桶的话，他先手开大他就没法活，他除非一啊，这一把撞晕再大刀把我带走，不然的话他没法活的。现在如果啥是显示不到人 ？W 怎么会显示不到呢？卡灭了 ，W 外圈打你卡灭 W 打不了外圈，那是你的问题，那不是卡灭的问题。我就待草里就可以。就如果你卡灭 W 打不到外圈，对吧？那不是卡灭的问题啊，那是你的问题。对，昨天一百了，但每天过十二点建档都会掉，所以我说可以的话，老板们可以续建档啊。差的不多，咱们今天吃兔神。一定是对面的问题，那你这样说也是确实。哎呀，对面的人为什么不往我 W 外圈上种呢？哎呀，你要说我 W 外圈种不了，那为什么对面不往我 W 外圈上走呢？对吧？那确实，你要说是对面的问题，好像还真是没毛病啊、哦，没毛病，还挺对。他为什么不能预判我的预判呢？还挺对。真能打吗？咱们真能打吗？打鸡毛啊！我操！我也不知道凭啥接啊！队友搁那狂抠信号，让我们接团，接屁呀！这接不是送吗？接了就纯送了。有大的侠，还是大优势的侠？大优势的侠，然后对面是五个人全员在，同时又没视野。我的妈呀，低 buff 都叠满了，还想要接他？应该还有个弱，抽了一个大招，所有人都接了。他有个母兽，手上的任务是围还是控制？光好像太好了。哎呦，抢我十甲虫，你小子！咋秒他？洛基能空吗？我一上就秒他吗？我一上就我活不活的呀？我一上就你告诉我怎么活？我一技能交了，我不就是原地等死吗？我要敢交易，我就直接原地死了呀！你不下来 A 这个那个吗？你下来吃辅助装啊！哎呀，我好急，操！扣不了字，我好急，气死我了。没事没事，习惯就好。哎，牛逼，够了，刚好，来吧。皮尔特。打对面打也没闪，哦，还抢我 F6， 好恶心。难道一直在线？那带吧。
事会采用许多手段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他难道没优势？他进去他也没人切。侠友大，纹肉的皎月，他傻两根套。抓单吧，我们还抓单。我们做不了别的事情，就抓单现在。我觉得他可能不跟我好一点，他肯定要是跟中单，哎，算了吧。跟中单他也没用，猫现在就是没用。标准。粗鲁无礼，必须被根绝。不行就下一把吧，没事，还是能赢的，能赢的。啊，没杀掉吗？哦，杀掉了，对，杀掉就行。哎，但是你杀什么？是个辅助啊。哦，瞎没打。没打下波三分。你想靠谁翻呀，白哥？靠自己吗？感觉。你们队友一次就碎，一刷就杀的那一波，你可能一波团你得杀三个，因为没人能守家，是最幽默的。直接来打吧，他这么没大没闪。好像他不需要队友啊，这个侠好像可以站路哦，兄弟们，他没大的他好像也可以站路哦。A 我一下 ，A 我一下五六百，我操！记了，没办法，点了呗。那你告诉我怎么上？我不上怎么打？我不上怎么打？你告诉我不上怎么打？他这么没大招没闪，就是最好的机会了。确实，没大招没闪已经是最好的机会了。我不上打打吗？我只能硬上了呀。但他妈无尽了 ，A 我一下五六百 ，A 我一下五六百。我感觉他不用躲，他就站住我。他甚至队友都不需要，他可以站住我，我这怎么打？你带。不行就偷吧，我觉得反正打团打不了，不行就偷吧，吧，发一把。不得正面赢一波，正面不赢一波偷不了。靠谁啊正面？难道也可以？啊、不是哥们你？我是看到了的。
哎，抽家了，我操！